中国禁止台湾就班，不过企业主去对查出口去到中国的11间饮食场，发现拢是合格。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到高雄永安视察就班饮食加这协会加工厂。蔡英文批评中国雄雄禁止自由贸易，一直咧违反国际规定。甲细只鱼啊，等入去水池饲石斑，伫永安的温啊，完全无用药啊，而且研发各种石斑加工品。不过，中国对13开始禁止台湾石斑小企对话。总统蔡英文参访永安鱼会加工厂的时，批评中国搁再一摆违反国际规定。这种突袭式的、突然来的这些干扰哈，那。这个时候就是政府要跟我们的农移民站在一起，包括调整上市期间跟产量，用更多元的方式来扩大我们的内销，那么也会奖励我们的加工跟外销。针对有两批对台湾出口的石斑验出禁药，渔业署对早迄两班船载运的11场养殖场的鱼啊，因搁再一摆检验是完全合格。不论是鱼体，不论是池水。不论是底土，完全没有检出什么结晶子、孔雀绿以及四环霉素这些禁药。渔业署希望中国会当赶紧恢复台湾石斑的出口，亲像永安佮屏东外销石斑，中国市场就占70%，影响介大。永安渔会表示，因即马先转做内销，嘛是靠内销啊，加工爱先在迄种网络。做了会先加加好，有哪讲会先达到的拢有滴成长啦。另外，趁总统来地方，有4个正经永安渔会女性员工跳出来指控渔会无公平对待，不过因无见到总统，是总统府代表接听证书，劳工团体表示真失望。记者陈阿文、罗维泽高雄报道。